哎呦，老铁们看一下，这个大肚子可能要生猴宝宝了，你看看，肚子那么老大了，你看，躺在这里，估计快要生猴宝宝了，你看，啊，它跟人一样的啊，肚子很大了，你看，躺在这里，估计是肚子疼了吧，难受了，你看，它用手老摸它的肚子，估计可能快要生猴宝宝了，啊，哎，你看，啊，你看啊，这样的啊。哎，因为这个季节呢，正是生猴宝宝的季节啊！你看，哎，你看它躺在那里，它老摸它的肚子，估计它那个是肚子疼了。你看，啊，那肚子那么老大了，估计就是这几天了吧，可能就要生猴宝宝了。你看，啊，肚子那么老大，你瞅瞅，嗯，因为这个季节呢，正是生猴宝宝的季节啊。嗯，估计就这最近这几天可能就要生宝宝了，你看，嗯，哎呦，虾妹这回真的是快要生猴宝宝了，你看躺在这里，刚才我看那个屁股后面流了好多血，看尾巴那里还有血啊，你看，它这个季节呢就是要生猴宝宝的季节。虾妹呢也算是个高龄产妇了，你看肚子又那么大了，躺在这里，你看，估计今天晚上要不生呢，就明天早起。它这种猴子生猴宝宝，它不会在这里生的啊，它也会去找安全的地方，比方说它会躲起来呀、树洞里呀，那个树杈上啊，你看那尾巴那里还有好多血，啊，哎，看一下。是生猴宝宝的前兆，啊，这个季节就是生猴宝宝的季节，虾妹也算是高龄产妇了，你看，嗯，她也躺在这里，估计是快要生猴宝宝了。哎，老铁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老太婆啊，她躺那个样子是要生猴宝宝了吗？肚子也挺老大的，哎呦，这也是一个高龄产妇了。你看，哦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现在这个季节呢，是生猴宝宝的季节。看这个老太婆，有这么老大的，这么大的肚子了，估计是快要生猴宝宝了。哦，那儿还有一个，咱们去看一下那个。那估计要生猴宝宝了，咱们看一下啊。来，老铁们看一下，这个肚子也很老大了，也要生猴宝宝了。这个季节呢是生猴宝宝的季节啊。这个岁数还小一点，刚才那个岁数实在太大了，太老了。它这个猴子呢，岁数很大了，它会还要生猴宝宝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个，躺在这里，喘着粗气，呼哧呼哧的。估计也就是最近要生猴宝宝了。来，老铁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猴宝宝，你看它那个眼睛还没睁开啊，它那个胎毛呢是刚刚干啊，你看那眼睛还没睁开，它这个应该是出生没多久啊，它没睁开眼，你看它现在还不知道找奶吃，哎呦，那小嘴张的，你看，哎呦呦呦呦呦呦。哟，可能他还没吃到奶呢，可能是啊，看，
因为看这样子出生没多久，你看，哎呦呦呦，快快快，哎呦，它这种小猴宝宝是自己找奶吃啊，它不会像那个别的动物啊、那个来那个来喂它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要猴妈妈要是不喂它的话，它要自己找。你看到现在它还没，看这样子还是没找到奶吃，你看有气无力的嘛，看眼睛还没睁开呢，你看那小嘴巴，你看一张一张的。哎，老铁们看一下，这是刚新生的宝宝，你看小脸通红了。这应该是昨天晚上出生的小猴宝宝，看看小脸通红，待会拿吃的啊，再拿点吃的，给他拿吃的，啊，吃，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给你拿吃的啊，哎，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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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，给你拿，给你拿。给拿啊，给拿吃的啊，宝宝，刚生完的小猴宝宝多喂一点，啊，快吃，看又跑了，嗯，刚生的猴宝宝多喂一点，这样它就会有奶水，喂猴宝宝。来，你看、啊、这个猴妈妈呢，它是刚生的猴宝宝。所以呢，它比较痛苦啊，比较累，啊，它躺在这里休息啊。它这个猴子跟人一样的，生完宝宝了呢，都比较累。你看它趴在这里，它这猴宝宝应该是昨天出生的，你看啊，没多大点儿。它要休息，要躺在那里，恢复一下体力。你看，你看它，好像没有什么体力啊，没什么精神，啊，你看就这样，它那宝宝就在它肚子下面。这个小猴宝宝刚出生呢，它也怕冷啊，需要躺在妈妈的怀里，这样它有温暖。你看，你看，看一下这个小猴宝宝，猴妈妈是比较累了啊，咱们离这个距离不能太近啊，稍微远一点的，不要打搅它啊。看一下，是小猴宝宝，你看，这个累了，好了。来，各位老铁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起才出生的猴宝宝啊，把镜头拉近一点，它那个脐带还没有干啊，这个猴妈妈也是很辛苦的，刚才我喂了它，然后它又跑到山上来，我又追到山上来喂它，现在这个猴子比较多啊，先不能喂它，等一会儿猴子少了再单独喂喂它，啊，你看，那脐带还没干，叮叮当当的，那是脐带啊，各位老铁们多关注一下啊，多关注一下，它一般呢，这个猴宝宝啊，出生个几个小时就可以走路了，它这应该出生没多久，应该也就是几个小时吧。这个大母猴可能要生猴宝宝了，
你看旁边的小猴，哎呀，帮他在那里找盐粒儿呢。哎，哎，小猴是他的孩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呀呀呀，那个亲呐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嘛，哎呦，这个猴宝宝真好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那小猴宝宝，哎呦呦，知道他妈妈要给他生小弟弟了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嘛，太亲了，这个小猴宝宝。哎呦，真是好孩子，嗯，呵呵呵，哎呦，估计这小猴也知道，可能他妈妈要给他生小弟弟了啊，挺难受的。你看啊，他在一边，你看，哎呦呦呦，真好，哎呦，这小猴太可爱了，呀呀呀，好嘛，这小猴宝宝挺乖的，是个好孩子，哎呦呦呦。来，躺在这个大母猴呢，要生猴宝宝。你看，这肚子这么老大，旁边呢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也生猴宝宝了。他的女儿，你看，他的女儿呢，你看，他女儿还抱着一个小不点儿，他又快要生了。你看，这个躺在这里，啊，你看他要生宝宝了。你看，喘着粗气，他女儿在守着他，在看着他，啊，这个要生宝宝了，这个你看。哎呦，你看，他的女儿还挺乖巧的，他女儿在守着他，他女儿也生了一个小猴宝宝，他女儿我看一下，他女儿的宝宝有没有满月？好像他女儿生的宝宝还没满月，啊，他又快要生了，你看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别生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他跟人一样，也肚子很难受，躺在这里，他女儿在守着他，来了，他们看一下，这个母猴呢要生猴宝宝了啊！你看边上坐那个是他的孩子啊，他的孩子在看着他，在守护着他。你看他那孩子还困了，你看，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个母猴呢肚子很大了啊，要生猴宝宝。这是他的孩子，啊，孩子在旁边守着，他这孩子倒是挺乖的，挺听话的啊。你看，坐在那里，就跟这个咱们人类差不多啊。有个孩子陪伴着他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这个母猴估计也就是今天不生，就是明后天了，反正就这两天的事儿啊。这个季节呢，就是生猴宝宝的季节啊。你看，它一般呢，这个猴子快要生猴宝宝，跟人类也差不多，肚子也会痛啊，也会躺在那里。你看，旁边他那孩子困的，你看看，哎呦呦呦呦，困的，你看，这要睡着了，你看看。